好，歡迎翻嚟我哋《上流攻略》嘅第二集啦。咁啊，點解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咁我哋今集就又請咗一位新嘅嘉賓翻嚟，都幾特別喎、那個行業。係啊，因為一路啊，Thomas， 我同你傾嚟，我都唔識點樣解釋俾你聽，究竟我呢位朋友究竟佢係唔係你講極我都唔係好明白你講話Ricky 做緊邊做緊咩？係啦，我哋嘉賓啊 Ricky 究竟佢係做緊啲乜嘢嘅咧？等佢自己講好啲。好啊，好啊，嗱，或者我嘥少少時間，我講解一下我哋其實我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啦，或者係我哋點解要做呢一樣嘢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呢樣係咩嚟？係啊，或者係呢一樣係咩嚟？咁其實嚟講嘅話咧，我哋主要就係話利用點樣去利用最短嘅時間，或者係最每日生活上面需要嘅時間，喺嗰上面嘅話，我哋利用佢去傳播一啲信息俾個客户，或者係信息俾任何一個有需要呢啲信息嘅人。其實呢個信息係邊？係乜嘢咧？呢樣嘢可能大家都會好想知嘅。但係其實嚟講嘅話，其實我哋就係做緊一樣嘢。最簡單去講就係話，我哋會喺個電梯嘅大堂上面，希望做一啲如何可以提供一啲資訊俾大家。咁我哋諗嚟諗去嘅話咧，亦都見過有好多嘅話，我哋發覺喺電梯與電梯嘅中間有一個 area， 有一個 area， 佢係好大家都會成日去接觸，大家都會成日去掂，亦都會成日去見嘅，就係嗰個位置。我哋希望利用嗰一個位置嘅話，去傳播一樣嘢，係所有嘅資訊。哇，好高深！即係其實等 lift 嘅時間啦，係咪？冇錯啦，就係一個充分利用等 lift 嘅時間嘅一個行業。係啦，咁嚟講嘅話咧，呢一個行業嘅話，我相信暫時喺香港嚟講係比較少啦，或者係真係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係比較少啲啦。但係我希望一樣嘢做到就係話，以後啦，希望大家會對呢樣嘢更加多嘅認識。逐漸逐漸嘅話，你會，我希望就好多人會接觸到呢一樣嘢啦。喂，講啊講，如果你咁講，我最記得而家你去啲即係叫咩 IFC 或者嗰啲商業區咧，你入到去裡面咧就不斷喺度哇，股票咁轉，係啊，股票報價、財經新聞啊、恆指啊嗰啲係其實基本上最多係呢啲喎。其實簡單嚟講咧，就係類似呢一種，但係嚟講嘅話，其實佢嗰個 area 嘅話，佢嗰個資訊提供嘅話咧係比較少。我哋發覺一樣嘢就係話，如何再利用更多嘅資訊提供到俾大家咧？我哋發覺選擇一個位置。位置就係大堂嘅電梯與電梯中間嗰個 area， 因為等 lift 等得耐，等 lift 等得耐。我亦都咁，我亦都要講翻啦。咁香港其實嘅 lift 嚟講咧，就喺世界嚟講亦都叫做係快嘅。咁但係嚟講咧，都需要係大概三分鐘至五分鐘嘅時間。你先等一次，等一次平均係要等平均三至五分鐘。我冇做過統計喎，下次計。呢、這個。咁樣講嘅，其實我哋亦都唔可以一個正式嘅統計啦，但係估計我哋亦都有自己做 test 嘅，或者係有啲數據嘅話，係有少少嘅數據俾到我哋係大概三至五分鐘到。咁如何令到呢三至五分鐘去充實到個人生咧？哇，好哇，可以咁高啊！哇，啲三幾秒嘅時間都要揸乾自己，充實人生嘅派係嘛？其實嚟講咧，嗰三至五分鐘裡面嚟講咧，其實對某一啲人嚟講係好重要，但係對有啲人嚟講係好唔重要。如何利用要睇翻每一個人，但我相信在座兩位呢三至五分鐘對你嚟講係好重要。咁可唔可以講下，例如你提供啲咩資訊咧？其實嚟除咗股票個報價對我哋咁重要之外，即係個腦裏邊啊諗唔到究竟有啲咩資訊可以快到。係啦，其實嚟講嘅話咧，以生活資訊嚟講，我當然相信啦。大家可能天氣幾多度啊？時間係幾點鐘啊？我相信有啲人係有唔戴錶嘅習慣。係，我都冇錶而家。係啊，但係可能會睇翻每一次。你會用嘥一兩秒啊，甚至乎抄唔到個電話嘅時候，你可能嘥好多秒時間。但係原來你可以喺個 panel 嘅時候，你可以喺我哋嘅提供嘅資訊裏面，你會揾到一個叫時間。嗯，你哋唔需要嘥時間去睇呢一樣嘢。哦，睇天氣咁樣都睇天氣睇時間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會提供俾你哋嘅資訊。亦都我相信有好多人平時唔為意，但係其實會最多利用。我亦都相信，甚至乎做呢種大戲嘅傳播，都時間係好緊要，係睇時間睇得好緊要。呢一樣嘢嘅話係我哋其中一種服務啦。但係當然嘅話，我哋唔淨止係呢一種提供呢一種。如果唔係就安個鐘喺度得啦。係，如果係咁話，真係安個鐘喺度啦。冇錯啦，安個鐘係啦，每個都口安個鐘，已經解決。冇錯，但係如何將佢所有嘅嘢歸納埋一個地方，可以大家睇得又快又舒服。
亦都唔會影響到個大堂嘅氣氛。嗯、我相信呢一樣嘢我可以幫到。其實最緊要而家因為第一樣嘢我翻到嚟香港唔係太耐啦。咁嘅邊度翻嚟咧？其實咁啱啦，我就喺個日本翻嚟嘅。咦？點會去日本呢？其實有一個原因嘅。咁我以前本身咧，我就係不嬲，我哋喺香港，我喺香港都係做 graphic design。graphic design 到去做lift 嘅一個 panel。其實可以講啦，個人。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新的嘗試，新的嘗試，不停咁嘅新嘗試。呢個係我本身我自己嘅性格。好啊，我好贊成呢樣嘅。係啊，咁就輸贏我唔敢講，我亦都唔會去諗。我每一樣嘢就係試咗先，做咗先，得出嚟嘅結果，我至少我做咗，我唔會有後悔呢一樣嘢先啦。咁如果我只會知道一樣嘢，我唔做嘅話，我當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我會後悔我點解我唔做。嗯、但如果我輸咗嘅話，我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哦，我輸過，嗯、我會笑一笑就算。O K， 呢個係我本身的人生嘅哲理。係啊，呢個係好高人生哲學。唔係，呢個係我可能我自己可能行錯咗都唔一定嘅。唔會，你試過就唔錯噶啦。但係 so far 現在嚟講，對我嚟講，我都係有啱啦，有唔啱啦，有正面有負面嘅嘢，有開心唔開心、嗯，其實全部都係。經驗嚟，但當初點樣由一個 designer， 即係 designer 㗎嘛？冇錯冇錯，其實嚟講咧，我都曾經嘗試過。我以前係由真係好草根去做，好草根去做，甚至乎我做過一間鋪頭賣嗰啲餅啊。賣嗰啲 moon cake， 賣而家啦叫中秋啦，賣啲 moon cake 嗰啲啦，嗰啲咁嘅餅店嘅型售貨員啦，甚至乎俾人甚至乎做過電腦嘅貨倉啦、engine 啦，各行各業我都做過。咁做最終嘅話，我發覺我自己本身我 design 我個比較中意啲，但係其實我 design 冇乜底。我亦都唔係讀其實唔係讀 design 出身嘅。其實我唔係讀 design， 我係唔係讀 design 嘅？亦都我由呢、這個點解我入 design， 我發覺自己有啲機會啦，咁啊想試試啦。咁我亦都用好簡單，用個每一行去轉嘅時候，其實每一行都會有一啲嘢係話到俾我聽。我另外嘅 step 其實我可以做啲乜嘢？其實係有個 link up 嘅，我發覺。咁點解我會讀 design 咧？就係第一，我興趣先。我自己發覺原來我都畫到兩手嘅，畫到啲嘢，係都 OK 嘅，有天分。可以畫好，可唔可以講即係實質啲係 design 畫啲咩咧？即係最終點啊？整個喺個杯度畫啲嘢啊，定係幅畫啊？係咯係咯，我本身我係做即係淨係嗰啲 interior design， 然後幫人裝修。我係做 graphic design 嗰一 part 嘅，係關於平面啦，廣告設計，廣告設計啦，咁樣呢個係我 base 嘅。我就一路做，咁發覺就係話點解我會去日本咧？講翻點解去日本嘅，我發覺有一樣嘢，我香港其實係好講學歷，好講經驗同學歷嘅話，學歷係好重要。我發覺有一樣嘅，我個學歷好似 support 唔到我要再上，或者要再去有個新嘗試，我就 quit 咗，跟住塞咗喺度，即係一個 designer 嗰個行業已經係。停滯不前啦！係啦，發覺就係話想再去嘗試，再去新嘅領域嘅時候，發覺有一啲嘢我係 support 唔到自己的。有一啲我唔去繼續去進修嘅時候 ，support 唔到自己嘅嘢。咁點樣去做呢？我就毅然放棄咗香港嘅工作啦。咁就隻身咁走咗去日本。咁就一去就去咗十年啦。哇！一去就去了十年頭頭學日文先係咪？頭頭嘅話咧，好多人都會問我呢個問題。Ricky， 你唔係，你會唔會喺香港學咗啲日文先啊？先過去呢、這個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係過去日本嘅時候，我係連最簡單嘅五十拼音我都唔識。我去嘗試去過去，隻身走過去咯。咁我用咗一年時間啦，喺嗰邊做嘢啦，自己做啊 part time 啦，讀書啦。基本上每日的生活就是翻工、讀書、讀全書。但係嗰張唔係 working visa， 佢可以俾咁做。日本嚟講嘅話咧，係有一個特別嘅 pass 咧，係 for 你哋留學生啊，會有一個你哋可以正式每日你工作幾個鐘頭。咁你放學之後，你可以有一個正式嘅，你可以去工作，例如四個鐘頭，你可以去做 part time 嘅。其實係一個實踐嚟嘅，都係好。但係要真真正正去實踐呢樣嘢，要做 part time 嘅話，亦都唔係簡單，因為冇人需要。一個不識講日文的人，我跟你溝通不到的，我為什麼要請你呢？亦都用了一年時間 pick up 了日文，但其實我用半年到啦，
半年流利日語，唔可以講話流利啦。但你太太都係日本人啊，我知啊。咁呢個係最好嘅方法。但係其實嚟講嘅話咧，我係喺去到日本嘅第二年半之後，我先係同我太太結咗婚嘅。但係我係第一年啦，我係喺嗰邊，我係讀日文啦。咁就一個半工讀咁嘅情況嘅，咁可以。但嗰陣做咩咧？日本其實喺日本嘅話，我做咗好多嘢。喺嗰半年裏面，我係不停咁樣去做好多間公司。我甚至乎做過 supermarket 裏面嘅執貨員啦，做過超級市場啦，甚至乎最終嘅話，我係做過一個叫做廣東話嘅教師。廣東話教師，冇錯冇錯，即係補習補中文，補廣東話嘅。咁因為第一樣嘢嚟講咧，就係可能譚詠麟啦，呢啲明星啊，張國榮。嗰啲打入咗日本市場，打入咗日本市場嘅名嘅，冇錯啦，個個都係 Jackie Chan 咁樣講嘅。咁佢哋會好中意廣東話呢一樣嘢，想中意嚟香港。有大概幾年前啊？十年？都成八九年前嘅。八九年前嘅。咁又好慶幸地可以喺嗰一段時間，其實除咗翻學之外，都可以喺嗰一段時間可以學到好多嘅應用日語。咁就好快咁令到我喺一年裏面，我亦都可以匹合到我自己可以同人哋普通去溝通，一個正常嘅社交亦都冇問題。咁亦都之後嘅一年嘅話，我就去咗一間 design 學校，呢個就係我嘅 design 學校，冇錯啦，就係真真正正我係去讀 design 呢一樣，真真正正。咁亦都點解我會選擇去日本嘅話咧？其實大家都相信啦，日本喺 design 上面嚟講咧，喺全世界係數一數二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個目標啦。第一係咩？哇！我真係弊香，我成日認住係啲鬼佬啊，咩意大利啊、法國嗰啲，即係 visual 好緊要。佢藝術啲，係咯。當然啦，咁我會自己會選擇咗一樣嘢，就係我唔會去話藝術嗰一方面嘅話，我相信我冇咁嘅天賦。我亦都自己知道我自己嘅定位啦，我自己相信就係我係想向呢一方面嘅發展，想向呢一方面嘅挑戰，亦都原來係真係適合我嘅噃。我亦都好快地揾到我自己嘅方向，我就係揾到呢一樣嘢。但你日本嘅公司都做過 design 嘅。係啊，好慶幸地，我喺日本讀完一年嘅 design 之後咧，入咗一間日本嘅設計公司裡面做。哦，幾好喎！係啊，咁就其實都好多風波，好多波折嘅。咁如何去喺一間日本人公司裡面一個外國人去打入佢哋？第一樣嘢同佢哋溝通啦，第二樣嘢同佢哋融合啦。去到第三個階段就是如何去管理一班日本的人。有冇啲得意啲嘅小故事可以講下？大家呢啲，我諗觀眾都中意睇下啲聽下啲古仔啊，開心得意嘅古仔。日本嘅話咧，如果我講去嗰一間公司咁啦，我由最開始一開始講講先啦。我最深刻就是我去到日本嘅第一日。我哋住喺個寮，正所謂寮嘅意思就係宿舍咧。日本佢哋叫寮咧，叫宿舍。我第一日我係完全唔識講英文，唔識講日文嘅。我去想去買一支可口可樂。OK， 我冇辦法，我只有同佢講英文。係咯，但係原來發覺一樣嘢，佢哋係冇人識英文嘅。Coca-Cola 應該識啊，係咪啊？我想，因為全世界非洲部落都識 Coca-Cola。冇錯啦，原來真真正正係講。大家去傳呢樣嘢，佢係原來 OK 嘅，但原來真真正正去到現場嘅時候，原來真係唔識嘅。哦，我淨係好簡單，我要一個 Coca-Cola， 同埋問佢幾多錢，用英文問 how much。佢可以嗰、那個售貨員咧係驚到褪咗好遠，停咗大約兩至三分鐘到，佢先至行埋嚟同我講，但係仍然用翻日文嚟覆翻我。但係我當初係完全唔知佢講乜嘢。跟住我就喺我個袋裡面攞咗一扎錢出嚟，就俾曬佢，佢自己去揀。跟住我發覺我走啦，那個售貨員會走翻追翻出嚟門口同我講：出多乜的？我自列找錢俾我。哦，我相信呢個喺香港會比較少揾到。哦，我當初我係嚇咗，真係打咗一突。原來係我啲錢我擺曬出嚟俾佢，你會同我去揀，原來多咗嘅你會追翻。我真係好，即係第一樣嘢啦，最驚就係話，原來喺嗰度係英文係完全唔通嘅。第二樣嘢就係話，我可以好放心，我可以好放心啦，就係將我所有嘅身上面所有嘅嘢，我擺出嚟嘅時候咧，原來佢會攞翻俾我。
多咗少咗去攞。即係呢個係日本文化同香港呢個係真係一個文化，但係呢個文化係我第一日去到日本已經感受得到。不過咁講，我諗又唔好講到香港咁差。我諗如果香港唔係差，我都見過有啲遊客咁即係數錢數得慢去七仔買嘢，咁然後攞扎錢，咁嗰啲即係姐姐仔，咁佢都會同你喺手度執執執執執。咁我相信就係話香港都會咁做，但係以香港人嘅心態，一開始第一日未接觸過日本任何嘢嘅嘢，會有一個當然有會人會有好嘅心態、壞嘅心態，人多數都會諗壞嘅心態多啲嘅，咁會覺得哇，突然間覺得啊好唔同喎。但其實香港係咪做得唔足夠呢？其實香港都足夠，亦都有呢一班人喺度嘅，我亦都相信。咁我再講翻第二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係我喺呢個工作上面啦，比較係多啲特別嘅嘢就。在頭三個月的話，我在那裡有個試用期，入了一間日本的設計公司，發覺就是說其實每一天都是被人罵。日本人是很興罵人的嘛？是，沒錯。我以為只是香港人才會罵人。香港人罵，反過來罵那隻罵不同的，我覺得香港人。是你聽一下。其實來說的話，但是我反過來我會這樣看，其實香港人去罵的話，是要保證了個速度。個效率要快，但日本人鬧佢係鬧啲乜嘢？係鬧你真係你做錯咗啲乜嘢？佢唔需要你個速度，即係唔使快，唔需要快，但係唔可以錯，唔容許任何嘅錯預留。香港又要快又唔俾你錯，係啦，所以冇錯啦。所以日本人做嘢嘅方式嘅話咧，佢就係比較係之前用個時間係好多做 data research 做所有任何嘅工作啊。他們都會做一個資料搜集，做得很好的之前，但是之後的話呢，他們要不可以有錯，這個是香港與日本人即很守規矩，很守規矩的。那我亦都我很簡單地講一講這個事例，我當初在那邊，我頭三個月要打入日本人這間公司裡面，原來我用頭三個月的時間，我是每日被人罵的，是真的直情是罵的原因就是說 Ricky 你這樣做是不對，但是他不會告訴你你應該要怎樣做。有沒有可不可以說有什麼實質的錯誤你犯了？其實我們做設計的話，有時可能有一個字我們是打漏了的，或者寫錯了一個字，或者寫錯一個字。當然我是一個外國人，日文我也不是太過厲害，變了就是有一個情況，就是寫錯了一個字，令到老闆會看得到 Ricky 你這個字寫錯了，為什麼你會寫錯，為什麼他會問為什麼，他不會理你過程。但結果就是我頭三個月是錯，不停地有這些錯，犯這些錯，甚至乎去到最後，我可以說，在這間公司的話，令到最後的話是，我離開這間公司是所有同事都會覺得，Ricky，你離開了這間公司對我們是很大損失。但是頭三個月我真的很難捱，甚至乎哭過，好唔開心，是很痛苦，甚至乎坐在我旁邊的同事都跟我說，Ricky，老闆對你好差，你有乜嘢令到你老闆咁憎你嘅？點樣可以令人咁憎你嘅？踩你係咪？究竟你係一個中國人定香港人？其實呢個我相信唔係啦。咁始終就係話，我哋一開到去到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就係我哋未認識真真正正日本人嘅公司係點樣去運作，亦都有始終有翻啲香港人做嘢嘅方式咧，快。或者是有時啲嘢會係有啦啦流流，或者有錯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先做咗先，唔好理咁多。咁點解離開間 design firm 梗係有更好嘅發展啦，係咪咧？呢一樣嘢嘅話，我相信可能遲再晏少少啦。我亦都聽過阿伊人講過啦，就係喺第二 part 嘅話，係啦，喺第二 part 嘅話，或者我會再同大家傾下，分享分享。但其實你嗰間公司十年嘅喎，係嘛？我喺嗰間公司嘅話，我做咗大約係七年度。七至八年到嘅，七至八年系啦，咁就呢個歲月都好漫長，亦都其實係喺呢一段時間，其實不停咁有好多新嘅嘢發生咗出嚟。因為頭先你都講過啦，即係我覺得有個 point 係日本人係好中意前期嘅 research， 到後期佢哋嗰個 sales 嘅爆發係好大，同香港嗰個銷售或者營運一個品牌的模式，我覺得是很不同的。香港就最緊要急趕快啊嘛，你出咗就出噶啦，係啊。得咪得，唔得啊！諗個第二條橋啊，你唔好諗咁多。但嗰陣你係做過邊一樣嘢咧？其實我覺得當初你講下啲品牌先，咁我哋有係咯，或者實質上有啲咩 product 出嚟，係咪到而家都好冇錯啦，好捉得到。其實我哋當初喺日本嘅話咧，其實我亦都好快咁講一講啦。其實有幾個係例如 NTT 係Nihon啦。
咁啊 ，NTT 日本咧就等於香港嘅可能係比較大嘅麗珊和記啊呢一類嘅品牌啦。亦都有化妝品嘅廣告啦，我哋亦都有跟進過。例如香港有 S 字頭啦，我唔好，我唔知道啦。係嗱，我唔記得啦。開得廣告嘅，係啦，即係定係乜嘢 two 咁啊？係嘛？係啦，呢一類我哋都有講過，或者可能我哋會跟住嗰一 part 嘅話，會同大家。即係嗰 part 就直頭會講，我哋會講翻呢啲品牌，咁你點樣可以將佢做一個銷售爆發，從而達到令到你嚇、可以諗住自己翻嚟香港再創一個事業啦。咁啊，再變咗做 lift 門口等 lift 嘅時間咁樣運用啦！哇，真係犀利啊！好，我哋下一節再翻嚟，多謝多謝，再見。